我想这些资料呢你们大家都知道的啦，等我讲一些关于我自己的事给大家听啦。不如就由童年开始啦。我小时候呢就面圆圆地啦，不是很高啦，还有很正啦，很喜欢听黄梅调啦。记得读小学的时候呢就第一次站上台那里唱一首叫做扮皇帝，就觉得好兴奋。虽然我小时候很喜欢唱歌，但是从来都没想着要做歌星的，而且那时候一心一意想着做护士。姑娘拿些针给我。不是你好想做护士，但是连打针都怕，怎帮医生做手术呢？那做什么好呢？啊，不如做个建筑师吧。做建筑师都挺好啊，因为看着一座座的建筑物都是自己的心血，而且对社会发展方面都出了一分力啊。原来有位高正呢就不做得建筑师的，那做什么好呢？我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遇到一位拉二胡的先生，那时我得8岁，他呢就很欣赏我的声音，就教我唱歌，我就是这样开始我的歌唱生涯。当我15岁那年第一次来香港，第一首识唱的广东歌就是一水隔天涯。他第一句识的广东话就是你好吗，我是台湾来的，广东话我识歌不识听。是阿英啊，哇你拿那么多唱片片啊。我现在跟你算旧账啊。旧账为什么？各位观众，如果你对15年前邓丽君有兴趣的话，现在你有机会了。是啊，你看你看那时候很肥啊，那时候是啊，哇还有啊很多啊，看是哎阿英啊，我到今天都知道你是我歌迷来的，我收集这么多我的唱片还多过我添。哦是啊，歌迷小姐哎我不明白啊，为什么这个歌迷小姐是指我是歌迷呢，还是我是小姐呢？哦，歌迷小姐是即是这么多个即係啲朋友對你嘅一個簡單嘅稱呼嚟嘅，即係話咧，你係一位係好多歌迷嘅小姐啦，同埋哇，你啲歌迷好緊要啊，支持咗你10多年啊。係啊，10多年，即係中間咧就即係不知不覺就錄咗成100多隻唱片啦。嗯。我諗咁我開始錄音嗰陣時咧，就即係唯一嘅願望咧，就係希望得到一隻金唱片啊！就等咗好耐好耐，先有一張。終於得到啦！終於得到。咁你點樣？怎樣慶祝啊？你得到金唱片？我就有買班朋友去出去食飯咯。哦。咦？咁你15周年紀念，咁你又點樣去慶祝咧？今次15周年咧，就去到紅磡啦，紅磡體育館啦，約咗成60000多嘅朋友喺度聽唱歌啦。哦，咦？咁你要唱多啲歌俾人聽咯喎。得，冇問題嘅。Thank you.
上西楼，月如钩，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，剪不断理还乱，是离愁便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剪不断理还乱，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剪不断理还乱，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心头。月
谢谢您今天晚上的光临。这次呢，非常的感谢您给我这个机会，来到香港红磡体育馆为您演唱。我希望今天晚上为您演出的节目，您都能够喜欢。好多谢各位，多谢各位嘉宾。咁，谢谢。咁喺呢度咧，都向大家讲一声 Happy New Year， 祝大家新嘅开始，更加好嘅1984年，祝大家好运，谢谢大家。咁头先咧，夜来香咧就有少少舞蹈俾大家睇啦，一阵间仲有更劲嘅嚟紧嘅。咁跟住咧，我想再为大家唱呢几首歌咧，系比较来一啲嘅歌，即系比较旧一啲嘅。我谂各位朋友咧都会好熟悉嘅，请大家慢慢欣赏，谢谢。向左云头看，看见金色的沙滩上，独坐一位美丽的姑娘，她在轻叹，她呀不轻叹，想到I'm not afraid to die.
聚，又何必长相聚？到无缘时分离，又何必长相遇？我心里有的只是一个你，你心里没有我，又何必在一起？
谢谢各位，刚才这首《但愿人长久》呢，是由苏东坡先生的词，那么作曲呢，是一位台湾非常有天才的梁鹏志先生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。那么接着为大家唱这首歌呢，是一首很轻松的广东歌来的，歌名呢就叫做《遇见你》。
Showing how funky, strong, and so fight.
境挺好的哈，不错啊，啲气氛好好啊，好 romantic 噶吓。点解你都好少带我嚟呢啲咁嘅地方嘅？多数都带我去大排档嘅。哦，即系老朋友啦嘛，系嘛？老朋友就冇所谓啦。好似大排档都系为食嘢啫嘛，系嘛？咁啊食饱咪算咯，又平啲，而且我又冇目的嘅，咁啊嚟呢度。即系唔知道做乜嘢系嘛嚟啲地方，哦、即系冇目的噶啦。咁、早知我唔去啦，嘥咗我哋咁多时间。唔系，今日咧嚟到呢啲咁靓嘅地方咧，就有少少目的噶，因为过年啊嘛，系嘛，应该就开心一下啦吓、而且可以系同你讲恭喜喎，系啦，要同你讲声恭喜发财，系啊，恭喜发财，就向大家拜个年啦，恭喜发财，就是、我祝你啦，今年啦，就唔好今年啦，直情一年啦，过一年啦，就。总之越嚟越靓啦，靓嗰啲唔使讲啦，系咁嘅样噶啦，即系天生丽质。唔系唔系，我咧就恭喜你事业成功啦，咁而家都咁成功噶啦吓。即系彼此彼此啦，咁事业咧就其次啦，我就恭喜你早日咧就揾到个如意郎君啦，即系连生贵子啊咁啦。系啊，几福气嘅，好多人讲。样都几有福气嘅，起码八个以上噶。是啊，我都認識你很久了、很多年了，我們都認識了很多年、我記得你那時候在 Venus 還是長頭髮像飛仔那樣的，還有是穿那些高踭鞋，那個踭好像燙斗燙斗我那個已經不算高了、Alan 那個更高、Alan 那個那麼高、是嗎？那麼高只是前面的，後面就不知道不過想起啦嚇，我初初見你嗰陣時咧，即係喺電視睇到你啦，嗰陣時就未識你啊。咁嗰陣時咧就唔係淨係叫鄧麗君啊，唔係寶島歌后嘅，嗰陣時叫做美腿小姐啊，著短裙仔。短裙仔啦嚇，而家都著緊嘅。而家真係著緊嗰啲啊。不過我記得嗰陣時，不過我好細個啦，嗰陣時好似得五歲到。哦，我嗰時都好細個嘅啫。是啊，你都成熟得很快的，现在好像你个 gentleman 咁噶，即系谂起都是想当年的嘢啦。不过咧，你自从Venus 退休了之后咧，退休不是讲退休嘅，广东话应该讲系咩咧？就叫做分手拆档啊。好啊，之后咧你就响电影嗰方面咧就好忙啦，好抢手啦。但系我咧就即系年纪大啲，我可以即系讲俾你听咧，就唔好成日搏命赚钱啦，都要谂下家庭啊，即系搵一个好好嘅女仔做下贤妻良母，嗰啲好重要噶。讲嘅呢啲系非常之重要。系咁。我打算了很久了，不过我想这些等到第日没那么多人的时候，我们慢慢再谈。是我们第一天大家彼此研究一下这个问题，是怎么样培养良好的下一代的问题，静静地。多谢晒。多谢你。作为一个艺人呢，有人是要付出得更多，做得更好，所以会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。尤其是迎到很多观众支持的时候，要建立一些新的形象。一个新的尝试是一个新的考验，所以我付出的时间就更加多，那有时呢就会放弃一些私人的生活，但是我始终都是一个人，人呢总会有些情绪的波动，有时很开心，有时很伤心。为什么今次他没有送花来呢？就算他不得闲都应该送花来啊。喂喂，邓小姐，仲有三分钟时间，你得未啊？哦，得啦，唔该你。佢会唔会系唔得闲呢？唔通有意外？
喂喂喂啊，嗨，我好唔得闲啦，我迟啲打俾你啊。哦，为大家唱这首歌呢，是一首广东歌，就叫做《东山飘雨西山晴》。晒晒这般天色。
谢各位。呢首《东山飘雨西山情》咧，听完之后咧，跟住为大家唱呢首歌咧，就比较抒情啲嘅，叫做《忘记他》。谢谢。
谢各位，谢谢大家。欣赏咗好多歌舞之后咧，喺呢度，如果各位朋友你哋即系心目中自己谂住想听啲歌，仲未听到嘅咧，喺而家系可以有机会为你哋唱噶啦。谭实星，得冇问题。你怎么说 ？OK， 一见你就笑，好啊，得冇问题。好，有君再来，我识做噶啦，得。吓，仲有咧，海运啊，得。仲有。慢慢嚟，唔使咁緊張。嚇？中國人啊！中國人啊！哦，中國人。唔得啊，嗰個。嗰個唔掂啊，嗰個我唔識唱，對唔住。你問我愛你嗎？我說。
因为在这十五年里面，开心或者不开心都有你们陪着我，所以在这里再次的多谢你们的鼓励和支持。我希望十五年是象征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，在未来的日子我会录更加好听的歌，或者不久的将来你们会听到我自己监制的唱片。我们到时再见吧。在这里我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，再见。楼中期